在戏中迪丽热巴扮演七七，七七的一家人在吃晚餐，菜中有一盘辣条。迪丽热巴在戏中的角色是非常嫌弃吃辣条的，而现实中迪丽热巴就不一样啦，让我们看看花絮吧。从视频里我们看到，非常嫌弃吃辣条的迪丽热巴很不情愿地拿起辣条吃了一口，后来表情瞬间变化，能看得出来这辣条肯定很美味，吃完一根接着一根，看热巴吃辣条的享受的小表情，简直像个小孩，非常可爱呢。后来导演从身后经过，发现热巴在不停地偷吃辣条，被发现偷吃辣条的热巴立马把辣条葬桌子底下，有没有像你上课吃辣条被老师发现的你呢？导演说道，热巴不要再吃道具了，要被你吃完了。热巴的各种小表情真的很可爱呢。